分还行啊，爱用心嘛、啊。佛陀教导咱啊，爱心心，念珠在珠啊，念法在法啊。咱若会当一心精进，无妨益啊，自然咱迄个德定、德法、天定，这些咱人人应该相信。归根来都是伫讲佛陀的十德、十好具足啊，十德圆满啊，才会当称为佛。佛乃是大觉者，觉爱觉知天下事物，唔只是干那天下，也个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那就是宇宙真理咯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无理不知呀、啊。无所不通，真的都要用很长的时间、啊、一心一志去体会宇宙人间大事，证明我们已经讲到佛的十德中、啊、再来就是无上士。上师就是来人间啊，普遍为众生来教导，希望众生啊，人人会当报善种子，互人人呢会当种善根啊，善根成熟，会当得解脱，一直到依佛。洞顶十好具足的境界，真的就是佛德，佛德啊，伊的完成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堪称无上士，予人人皆平等起来啦。那因为呢，佛陀称为无上士，安怎叫做无上士啊？那就是啊，天啊，人啊，乃至呢，声闻辟支佛菩萨，伊也阁也未圆满哦。在菩萨的面顶，也阁有佛，佛则是最圆满。那这都是啊，佛佛都懂啊，诸佛菩萨人间教化，真呢。就是现这个人间事，要给大家人要有一个伦理为处的观念，所以佛呢称为无上士。这个位置呢是至高顶格啦，无有比佛一旦搁再较高，佛陀的觉悟呢已经是最圆满啦。所以称为无上士啊。再来呢，就是钓鱼丈夫。钓鱼丈夫啊，意思就是讲用种种法啊来成就大业，钓鱼化解一切众生。意思就是讲，
伊爱用至高无上的大法来成就人间众生，甚至幽静界的众生，都有这种的觉悟。调念师就是要调伏种种的众生，所有的众生啊，都有伊无同的习气啊。人，敢若讲一类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无同的习气，要来调伏人人的心态，都无简单哦。何况讲众生，寸动含灵，所有呢不同的心性，都是有无同的习性，付出在人间啊。他的心愿就是要用种种的方法啊，来成就大业。所讲的大业，就是要把所有的众生，人人本具的佛性，拢要把开发出来，让无同的习性回归于一性，回归于人人的自性清净光明。所以，一定要讲修行啊。无啥物代志好修，就是习气啦。咱家己本身啊，要调伏家己本身的习性，都无简单哦。咱敢有法度去调伏别人的习性呢？困难呐、啊，还是呢？爱自我勉励，尽心力。做典范，予人看，那安尼来带人，真呢，就是咱凡夫会当通努力啦。所以学佛要成佛，毋是无可能，爱看咱家己回归自己，反省自己，咱的习性是毋是有伫咧自我调伏无？所讲佛。也带业啊，要会当来调伏法界一切的众生。其实，这嘛是咧甲咱教育啊，教育讲吼，毋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是咱家己的本性、自性、三宝，咱家己呢有佛性、自我教育。自我呢，开发咱的智慧，这叫做法。自我调伏习性，在咱的行为里，这叫做精。所以啊，自性三宝，人人呢，爱把家己的自性开发出来，调伏丈夫，咱家己呢，也都爱出现。所以啊，无上师啊。调伏丈夫，这呢是咱爱练习。凡夫啊，咱唔通家己呢，定定自认家己是凡夫。咱现在是要学佛了嘛？学佛唯一的方法是调伏自性，培养家己的毅力、耐力啊。这呢，拢是爱家己啦。其实呢，法唔免安怎向外求啊？灵山塔只在你的心头里，灵山会呢，嘛是伫你的心中里呐。所以，咱人人都会当好做这个灵山会上的主人哦。家己爱提起信心来啦，再来讲。天人师，也就是讲，为天一人之导师啊，以一切众生欲了知佛法，是以
受情，这都是啊，咱爱知影讲，天真书就是模范啦。佛唔只是做人间的老师，佛呢，色体凡因啦，嘛来归依佛呢，天真也来归依佛啦。所以啊，佛嘛是天人的老师啊，师父啦。所以佛伊是天人，师都是引导啊，人人会当走入这无上正定觉。前面有讲过啊，修习善行啦，就会当升天啦，受持五戒呢，就会当不食人心啦，就是天啦、人啦，还是同款伫六道的内底。咱要修行的，就是要脱离六道啊，甚至呢，要搁再超越三界，这些啊，咱学佛的目标，哪怕是色界、无色界，参加咱人天的欲界，咱拢总爱超越过，何况讲天呢？所以佛陀来人间，也就是为天一人的导师，因为呢，唯有天甲人嘛，所以会当通好接近佛陀所说法，接近佛陀所教育，所以啊，为天一人之众高步之心，最易成就。所以，这就是啊，佛陀在人间教育这两类呢，就是最接近佛。啊，那是讲其他畜生道啊、五鬼道啊，或者是地狱道啊、下因苦啊，因的因缘果报啊，好亲像呢，有缘去啊啦，迄、那个果报呢，未接近佛法啦、啊，实在是真难呐、啊，所以佛陀要接近天与人这两类呢，比较较简单。就亲像咱人间啊。嘛有人间的天堂啊，有的人讲富贵学道难，真正是富贵学道难。但是呢，佛法啊，咱那是用正法来给引导这种富贵知识的人，也会当来接近佛法，甚至呢。唔只是接近，会当信受奉行；唔只是信受奉行，阁会当护持正法。真呢，那是人间天人呐、啊。所以咱学佛，咱要引导天一人，甲因引入正法来，唯有呢用世间。最正确的方向，对人群有利益，而且呢，把因的心态道正呢，无所求，用爱付出，付出了后那份的感受，在这种人生爱的活动超越，活动爱的境界活动呢，超越。就是无所求啦，不只是无所求，也阁是爱感恩心，常常咧甲主持人讲啊，
付出无所求哦，也都爱时时感恩，因为众生啊来成就你，因为苦难人啊来启发你的智慧。那因为呢，在生死苦难中啊，激发出了咱也要脱离生死，了解生死呢是大自然的法则。那自然，咱的信心嘛，从这种真正的矛盾啊，这个欲无明的中间，激发出了咱有法度通去解脱。所以，未将圣君者令足，已将圣君者令成熟，已成熟者令得解脱。其实就是要甲咱讲安尼个话，予咱人人个心有一个正确方向，安怎样改治，降服咱个习气，调服咱个心，毋通偏邪，爱向正法。这呢叫做道，那佛道。伊来人间最会当通接近的呢，就是天与人这两类呢，伊都爱用方法可以会当修持啊，所以这叫做人天导师，就是引导方向正确，无有偏差，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，所以天人师啊。书，那就是令道向正规律仪，为人师者，就是爱引导人人呐，该教导安怎样呢？向正确的方向行，所以这才会当称为师啊。啊，这当阵佛陀一。对啦，以称为天人师，也嘛是三界导师啊，也是四圣之父啊。咱唔就是逐早起拢伫咧念吗？唔只是干呐，天人师呢？定，也阁是三界的导师。以现在来讲，就是最接近的人天，会当通时时刻刻对人讲话，人啊，就是有富贵人家，也有呢贫穷的众生，所以真正的杂啊，五处杂居啊，过去嘛已经捌解释过去啊。这是一个五气十气地，天人地啊，五鬼畜生，这叫做五气，非常复杂啦，所大的所在，这呢是佛陀呢所得的教化的地方，所以伊爱记住十好啊，十好记住就是十德圆满。所以一些在这个五七十几地呢，因因来教育他，为人师，为天人师，为三界导师，所以就是要引导人人向正规律仪。一个规律啊，做人爱有做人的形态呀，规矩修行有修行的律仪呀，所以正法典范，咱爱好好呢，在佛陀的教法中，咱爱
点显了迄个正法，看看佛陀在世啊，都有提婆达多呢，将佛的教法呢，安尼提起外面，显于实相啊，那就是已经失真啦，偏离啦。所以咱应该呢，定定提高境界，咱爱伫正法的典范中来教导人。和人人呢，在这个正律义，在这个规律上啊，这是咱的责任。所以，诸佛道同十德具足，无缺圆满。那一旦到阿弥啦，十好具足啦，十德圆满啦，这呢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，都是同一种呢圆满的。所以前面有讲过，同好、别好，吼，那释迦牟尼佛、日月光明佛，这拢叫做别好。真多佛啊，无同的名，就是呢，爱记住这个德，同款爱习德记住，同款呢，伫咧教化众生呐，佛佛。道同啊，有的众生就是根钝啊，都爱用种种的方便小教来给引导。有的人真离根，那就用迄个真观啊的境界呢，那可以会当好顿悟。这就是佛陀教育众生的方法。啊，真辛苦啦！吼，要安怎来调伏众生啊？真辛苦。咱若家己自问，咱家己，咱家己有法度调伏自己的心无？那就知影讲吼，佛陀的大法啦，伊的大愿呢，一大殊因缘，无别项那都是呢，也来成就众生依佛。洞顶呢，开发咱人人的本性，多辛苦啊，多伟大呀、啊！所以啦，咱爱人人自我调伏，自行三宝呢，真正爱启用起来，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啊。